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一切修行能不能成就，完全靠三昧，三昧是成就的关键。所以记得要稳得住情绪，记得师父的话。所得定前的修行是信解资粮，资粮就是筹备一切资粮，我们要远行，哎，就是要资粮。得定后的修行是正悟，这是修到位，正到位，要有内证的功夫了。一切诸佛菩萨、三圣、贤圣的修断，皆在禅定中进行成就。这一段可是很重要。什么叫做修行？继续在修行，就是在定。心一定要在禅定中。这个禅定不一定是坐在那个地方，心无所住就禅定。心无所着即得定。所以为什么要坚持放下，就是为了禅定。佛经上所说的修，或者是闻思修的修，都是指入定后在禅定中修。以前呢有个比丘，佛在世的时候有个比丘，有个比丘呢在这个洞穴里面修行坐在那个地方他突然呢被这个毒蛇呢咬到，毒蛇咬到了。就我们一般人呢被毒蛇咬到了就很紧张了，是不是非常的紧张了。然后呢这个比丘因为他的正阿罗汉果很有定，然后他知道他即将死亡，就告诉这些比丘，他就说我被毒蛇咬到，这个色身保不住了毒性不知道，在极端的痛苦呢，他就请这些比丘把他移到外面晒一下阳光，因为身体开始发冷了这个比丘呢，抬出来的比丘因为还没有证阿罗汉果，看这个证阿罗汉果的脸一点都没有恐惧，非常安详，也一样的没有愤怒，没有说恨那一条蛇，也没有他就告诉这些没有证阿罗汉果的人，就说我心早已解脱此生必坏此生必坏，我已经证阿罗汉果，早就知道苦集灭道的道理，我已得究竟解脱没有任何的挂碍，色身一定会消失的，心稳住在这个定，没有牢骚，也没有抱怨，稳住在那个地方。旁边的这些比丘看了这五体投地的佩服，说：“这个正果的人就是完全不一样。他碰到那个生死的关头，一样稳如泰山。被毒蛇咬到，毒的这个蛇。”后来呢这个比丘呢没有死，要稳住的时候，这个因为血液呢，这毒蛇的血液呢没有跑不快，稳住这毒解掉，他从被毒蛇咬到一直到这个毒解掉，经过了好一阵子都没有动到任何的念头，没有一点对死亡上的恐惧感，或者是说不舍，或者是对蛇有什么样子，是吧？通通没有。所以一个有修行正果的圣人，他于一切世间乃至于生死通通放下，这个就是功夫，这个就是功夫因此呢我们修习佛道不单只是说我念佛怎么样，那念佛我们到临命中接近死亡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有那个定力呢？是不是有那种功夫面对死亡呢？
会不会在留恋这个娑婆世界呢？没有死不知道，但是看平常的反应就知道。平常啊，贪婪这个世间，贪生怕死啊，什么都为自己啊，啊，没有大无我的精神啊，这个人临命中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因此呢，举这个例子是给大家鼓舞。什么是圣人？就是面对死亡也坦然接受，哎，欢喜心呢？啊，所以这个欢喜心，我们在脑波里面昨天讲会产生阿法波，阿罗汉果的心都在定里面，都在定里面。我们不要说像阿罗汉这种功夫了，我们要能俘获，就是说，哎呦，看得开，放得下，不计较，懂得老二哲学。什么叫老二哲学呢？老二哲学就是说，不占风头，不抢镜头，就不会被杀头，那就是老二哲学了，你知道吗？啊，老二就是排在第二的啦。哦，我们不要跟人家抢什么镜头啊，人家要出名就让他出名，是不是啊？名声呢，真正的名声呢，是有势力的，是香又远嘛。有势力的人会创造奇迹，拥有奇迹的人不一定有实力嘛，是不是啊？就是这个道理嘛。不占啊，不抢风头，哎，也不占镜头，哎，不抢镜头，也不占风头，就不会被杀头。所以我们呢、啊，哎，站在高位的人呢、啊，危险性就比较大，是不是啊？哎，因此我们要懂得退，懂得让，这个叫做老二，排在老大的了，危险性就比较大。什么都要装老大，什么都很冲啊。什么都是自己最行，我告诉你，你的危险很大，困扰也会多，所以，哎，排行老二真的不错，嗯，所以因此啊，在一切修行都在禅定中拥有般若智慧，一切诸佛菩萨断惑证真，乃至做菩提树降伏魔君。要加持众生三明六通啊，三明六通在十四讲表都讲过了，种种不可思议神通变化皆从禅定中生，是故一切修行皆是为了成就三昧。心要有定，一证无上菩提涅槃，五十二位修证或六十位修证皆需成就三昧。三昧是修道正道不可或缺的工具，若不成就三昧，一切只是文字言说，文字之解啊，不能成为实际的境界或能力。刚刚师父已经举那个擂台啊，正念还有烦恼的擂台啊，那个例子你好好的领悟一下，那个比喻什么叫众生，就只有挨打的份，被烦恼打得鼻青脸肿，爬不起来。哎，道理也听得很多，就是功夫用不上，不会用就不是佛法。哎，只是叫做学者，把佛法当作学问来研究，只能造就几个学者，不能成就祖师，没有办法的。